2019年初韩剧《懒人包》来了，男生女生悬疑奇幻一次网罗。2019年初送上鬼怪 CP 李东旭刘云娜载续前缘之作《触及真心》，还有一堆剧等着你看。믿을수없는애들이지금우리들한테벌어지고있어요뭔가불길한일이일어나기시작했어요回归小荧幕，出演 MBC 新悬疑奇幻剧《Item》，饰演正义检察官，揭露阴谋。如果还想看更重口味的朱之旭，别忘了还有跟裴斗娜搭档的 Netflix 僵尸剧《李氏朝鲜》。상주가뚫리면이나라모든곳에역병이퍼질것이다막아야한다这部僵尸题材的实剧，心脏强的粉丝们可以试试看。OCN 则继续走惊悚路线，由李瑞镇、喜金陈东日主演的《圈套》是全新类型的追踪惊悚片。이상한게한두개가아니야영상사고직전에분명히뭔가이상한걸봤다고했어대만男神李钟硕、南柱赫2019都有新作。南柱赫和韩志明出演 JTBC 妖艳，是穿越时间的奇幻浪漫剧。개인까지안내주면서운하죠아니요아니요안서운해요그치안하나도안서운해요 、네、 내가서운해요오예요요즘진짜너무잘생긴거나도알아钟硕则挑战 TVN 浪漫喜剧《罗曼史诗别册附录》，搭档自己现实中的理想型女性老婆李乃英。그럼집앞까지태워줄게아니야나생각할게누나사라니까